早前香港賽馬會就全力支持由 Woozhou 同埋 Yahoo 聯合舉辦嘅竹木超新星大賞2012嘅大賽。大會咧仲特別舉辦咗頒獎禮，以表揚後起之秀嘅成績同埋貢獻添啊！今次嘅比賽分六個組別，分別係創作人、競馬達人、甜品藝術家、插畫師、調酒師以及時裝設計師。而大会特别邀请到不同界别的人士，包括跑马地马场首席调酒师 Roy Chan、 专业评马人梁浩然、资深形象指导张学润、香港著名漫画家金小文、甜品天后 Amanda S、 本地歌唱组合 CO Star 同埋歌手梁友嘉等等，分别向得奖者分享心得。当日每个组别的冠军都积极表演以及分享得奖感受。其实大家只要细心留意一下身边的人，话不定有很多明日之星就在你坐着。